好似系及时叫醒我。你呢句 sorry 同自己讲，你之前讲过，你话觉得天堂同地狱系一街之隔，其实我都有得一念之隔。啊！啊，估唔到天使今日下凡地狱啊！下次我唔会咁及时出现噶，下次靠你自己。 鬼仔 Sir， 我谂我发现咗啲好重要嘅嘢，我见到地狱。地狱？你而家喺边啊？我喺一座叫做苦肉流嘅唐楼天台。喂，喂 ，Ruby。 喂，得黑咖啡啫喎，佩青。 阿布，你做咩啊？ 咦，有咩发现？余 Sir， 我哋喺疑犯屋企揾到嘅化学物，正是一二型嘅染色剂，同我哋之前发现鱼缸纳水嘅染色剂系同一款嚟嘅。我疑犯衣物上面揾到唔少头发，证实有部分系同三单凶案受害人嘅 DNA， 系嘛？ 厨房八生果都亦都揾到第二同第三单案受害者嘅血迹，兼且同我哋手指上嘅刀伤系吻合嘅，相信凶手就系用呢把刀割走佢哋嘅指纹。喺佢床单度揾到微量嘅抛光粉同硝酸银，我哋喺疑犯嘅指纹上面都揾到。另外喺衫上面验到氯化石、氨水同天拿水。抛光粉用氯化石可以用嚟打磨玻璃、silver nitrate 同 ammonia water 可以做眼镜，佢啲衫度都验到啲物质，即系证明佢经常出入镜场。 我即刻联络仔 Sir， 同仔 Sir 讲，我而家过去会合。 你醒咗啦？就系个连环杀人犯。你啱抽完血啦，休息下先，唔好讲嘢住。头先同我讲电话嘅系警察，佢哋好快就会揾到嚟呢度噶啦。系咧，你觉得靓唔靓啊？我讲紧天台嗰幅壁画，十八层地狱。 你觉得靓唔靓啊？幅画系你画噶？我冇咁大本事，我见幅画甩咗油咧，我帮手修补下啫嘛。啊，你估咁多个地狱里面，我
我幫你揀咗邊個啦。不過你見到咁多鏡，我諗你都估到嘅，係葉鏡地獄。阿頭，我哋查過香港所有嘅鏡廠同埋相關工場嘅名單，數量都唔少。call 埋附近環球伙計再揾下。傳說每一個人死咗落到地獄，首先都會去到葉鏡地獄，喺啲鏡裡面就睇翻佢一生人所犯過嘅罪，最後先決定對佢嘅懲罰。咁你而家有冇諗翻起自己所犯過嘅錯啊？點解你要用呢種方法殺人？你到而家仲未諗到，就係因為你哋住天堂，我哋住地獄啊！我要你哋感受下喺地獄嘅滋味啊！我哋住天堂，你殺人嘅人全部都是住在 Surface Apartment 的人。你可以这样去杀人，就算 Surface Apartment 赶住你哋，你这样可以帮到自己啲咩啊？你仲是很有效啊！每次咧，我一见到其他人痛苦过我咧，我就唔記得曬我自己有幾慘，然後我只知咧，我呢啲住喺地獄嘅地底嚟，都可以同情佢哋，可憐佢哋，優越過佢哋啊！點解你咁肯定 book 第三部喺呢個工業村嘅鏡廠啊？上次唔見葉太淡嘅食品加工廠就喺附近，相應鏡廠機率最大。咁样做只会杀好多人，系解决唔到问题噶。你估要爆几多块镜先会插死你啦？又或者爆你上面最大嘅一块镜，你又估会点？你以为他们可以救到你吗？没用的。有很多东西就算我们几路活都好，都是改变不了。很快他们就会见着你落地狱的了。什么玩法？如果你不想错过 TVB 的精彩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下面的钟仔 subscribe 啦！